既然你已经发现我了，就别想走。你是什么妖怪？我不是妖怪，我是你夫人。夫人？不，你不是我的夫人，你为什么要变成我夫人的模样？ 夫人，你不要再叫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你的夫人，放心，只要我吸取了足够的魂魄之后，我就会变得跟你夫人一模一样了。不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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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